急，看我扭转乾坤，请你不要太急。三十败笔就在我天天太急，从一开始我也能把一生失败太急。我也觉得把你把你走呀，即便狗叫，天下万象难道你妈妈来警告你，我打架从不怕怕。考验了我的拳头都不怕你，也不怕都能吓你，也是真的不怕你。放俺下来吗？这是电灯，这才是希望，才是未来。站起来，都给我站起来，我能从零开始也能够逆转。你不是要学拳吗？还赖在地上干嘛？来，全世界看见我们的精彩。深不可测，妙不可言呐。